首不同的歌曲哈，我唱的是女生的一比一调。这首歌呢，它的论据也蛮高的哈，有到13个音阶哈，所以呢，唱歌要有一点点的气息，大唱一点点才够哈。还没有订阅我频道的朋友哈，啊，喜欢我频道非常欢迎订阅、分享、按赞哈，我会渐渐的再把这个数字慢慢的往上提，因为我最近就感觉到有一些些歌蛮好听的，我就有这个动力，就很想要再学哈。这首歌呢，感恩那个笋碧碧，她唱的时候非常非常好听，所以呢，我就赶快把它学起来，跟朋友们来分享哈。OK， 谢谢大家哈，我们723首歌再见哈，撒由那呢，晚安。再会啦，拜拜。